口罩 2.0 经开放缴费 EMS 平台功能导航一次看。中央社记者吴家荣台北19日电，口罩实名制 2.0 预购今天开始缴费，民众需上 EMS 口罩平台付款，点选网站最右侧缴费查询区，输入身份证字号及手机末三码，就可取得转账付款账号，信用卡支付则需以健保卡或自然人凭证登录操作。口罩实名制 2.0 今天早上8时起开放缴费，至21日晚上8时截止，系统已陆续以电子邮件通知民众付款。官贸网路公司表示，不论民众是以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 或 EMS 口罩预约平台登记预购口罩，缴费时一律要先透过 EMS 平台，后续才能完成付款。缴费方式有网路银行、ATM 及信用卡三种。官贸网路公司说明，民众进入 EMS 平台网站后，会看见健保卡加注册密码、自然人凭证及缴费查询、简易查询版三个区块，选择以网路银行或 ATM 缴费，可直接进入最后右边的缴费查询区，只要输入身份证字号及手机末三码，就可取得转账账号，省下插卡登录。